哎，你们对面的就觉得自己一定会被零是吧？过分了点儿，你看我们多坦然。看我们多坦荡啊！多坦荡。我们俩是陪他来相亲的哈。他俩相完，咱俩相，结果他俩成了。来，做好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相亲开始。你们好。你们就被妈呀！起来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我们都没时间说话。这是啥呀？这是。你们好，很高兴来到这个相亲角和你们两位见面。你们两位坐下，我们慢慢聊嘛。真是坐下。两位怎么称呼？我不会说话。我们站着站着聊啊。这是哪？不是小童被交了，不要回头。哦，是不是伸手啊？没关系是吧？腾哥你都快出去了。腾哥，腾哥你不会去教我们了吧？你耳朵是不行哈。还是我们俩聊吧。你干嘛呀？哎，别别，转你要手手手手，你干什么？这位同志，我们条件其实就想找一个照顾他的人。他怎么了？他脚不行。哪个位置？就是你看不见吗？我看不见。他左脚不行啊。指一下，我不会再指了，暴露了。有一个是指，我手往哪指就会遭殃。行，你们不做，我们做了啊。小何被淋了，你刚刚干什么了？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有。动你的手，没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表达呀。你别摆手。什么？怎么？为什么？那问一下这位女士，您是单身吗？也不会说话啊，您二位来这儿。你们来的是全味了。主人。这样聊下去没意思了，真是没意思。他已经受伤了，还投降了。我看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。哦，提相亲不能说相亲。最后一分钟，你俩必须坐下，你俩必须坐下。请坐，请坐。坐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你坐下试试，真的没事儿。坐，反正站着是没事的，何必坐呢？还有一分钟，撑不住。对对对，我们撑一分钟。压迫感。怎么个意思？就是犟，你这个人估计是挺犟的哈。哎，言多必失啊。哪个字啊？哎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爆床了，爆床了！我也看看去。得，哦，手放腿上。哇啊！坐下的肯定手就放腿上，挺狠的。也挺狠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啊？互相接触身体，摸头发。他刚拍我，啪啪啪的拍。还有最后一轮啊，换一个玩法，这一轮呢只要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啊猜对了对方的近词就不用淋雨了。行，双方是花花小童，然后金靖和小宋。终于不用被淋了。你们出现呢是两对年轻的情侣约了一起小聚会。妈是不是没说啊？可以疑问句吧。可以，你们我们门子儿可以可以，露牙齿呢？一个露牙齿。我想让腾哥被泼。
拉吧，拉没人就拉，都是。他会不会这样？那个嗯。啊，可以。他不。写吧，你写吧，我不。小金，你就老看着小宋。对，他想送你，可不可以不要分给严家姐，分给沙溢哥、博哥吧？吴姐，吴姐姐啊。